我係路人甲，但我係經過，咁我想講一講啦。以前我做會計界嘅代表嗰陣時咧，我係反對俾錢嘅。但今天咧，我覺得係應該如水，8000蚊可能唔夠，最好俾10000添。我覺得咧，有啲立法會議員咧，真係都食人間嘅煙火，喺裏邊做得太耐啦，可能有啲做咗20年啦，都唔知道市民嘅痛楚。你聽收音機，有一個女士，佢住喺板間房，係單親母親嚟嘅。佢要照顧佢嘅孩子，但係佢係受唔到任何嘅資助。我哋有啦嚇，免交電費啊、貸款啊、公司，呢啲其實咧係對嗰啲 M 人士咧係唔公平嘅。